有无线御用乐人之称，现年67岁的黄俊棠，近年在处境剧《爱回家之开心速递》入面饰演慈父，形象搞笑入屋，深受观众喜爱。他近年开始积极拍抖音片段发展内地市场，日前更拍片自爆已经定居中山，更为了方便买车。今天呢要买一台车，这没有车呢就很麻烦，所以我办得上来这三张呢就决定了要买一台车。好啊，那个很漂亮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啊，买，马上去买。据知这款车是国产车，售价约14-21万人民币。其实黄俊棠在内地发展的时间不算长，但收入都算可观。去年他曾经被爆商演出场费大概是6万元人民币，而黄俊棠的仔仔亦曾经大爆爸爸希望长住内地。